这就没少说，您这就。不说他了，说点这个于老师的事情。哎呦，对我呀，于老师对我特别好。啊，应该的，真的。嗯，别看是个长辈啊，啊，按说我应该喊他叫大爷。是，对我就好比是亲哥们一样。我们就那么好。哎，嗯。按说这长辈我应该是见面打个招呼什么，于大爷您好，不用啊，我天，未见得有这人家说了不要，没必要，哎，到时候自己哥们干嘛呀，对吧，啊，干嘛呀，喊什么大爷，喊什么大爷，啊，都给我喊老了知道吗？那倒是没那个，没那个啊，啊啊，喊喊侄就行。哎啊，我也太下贱了，我这个不是你好玩笑，啊，好玩笑，我他没有这么玩笑的呀，就是亲哥哥一样啊。再有也得是平辈儿，对我好比是亲哥哥一样。那倒是，他媳妇对我好比是亲嫂子一样。是我们三个人这种爱情关系呀， 啊爱情关系，你别跟着掺和这爱情的事儿，友情，友情，友情关系，是，这是我的亲哥哥啊，那是我的亲嫂子，真跟亲的是。我就好比是武松啊，我们三个人呢。就我就好比武大郎是吗？就啊，比较微妙，关系特别好，到不了那么微妙上。反正对我特别好，是交朋友嘛。啊，我来德云社十来年，嗯，一直很照顾我，那是应该的，确实是很照顾我，亲哥哥一样。嗯，交朋友，嗯，交朋友，各位啊，嗯，奉劝今天在座的各位，怎么着？交朋友，交好朋友，当然，交心的好朋友，必须得这样。嗯，过去交朋友有这么几句话说得好。怎么说的？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一死一生乃见交情。嗯，穿房过屋妻子不避，得有这托妻献子的交情。或者一说还一套一套。哎，那您能不能具体给细说说呢？细说一下啊。要不您回去百度一下吧，好吗？这百度上有吗？您说这玩意儿？有啊，真有啊。说，哎呀，不用你，这得百度，这得打比方啊。您就细说一说，怎么叫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？您是我的长辈，在台上说这个不合适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大伙儿也愿意听啊。台上无大小啊，台下立规矩。好好好，啊，随便说了。好，首先说这个头一句啊，一跪一见交情乃现，怎么个意思？拿我做比方啊，我不是现在说相声的岳云鹏。哦，家庭窘迫。穷困潦倒这么一个人物，对，等会儿等会儿，穷困潦倒，撂倒，怎么非得撂倒呢？撂倒，怎么就撂倒？就穷到谁都能把我撂倒喽。哎，那您太穷了，这是穷困潦倒，非得这么说。一共五口人啊，就住三平米的复式，都三平米了还复式？当然了。怎么住啊？这东西我给您解释一下啊。啊，一共五口人啊，但是我的父亲吧，啊，父亲是一个老司机，哦，开车跟人家怼了，哎呦，他常年瘫痪在床，跟人怼了，他瘫痪在床，连环怼，哎，这给他家中间了啊，哎呀，瘫痪在床，好家伙，我的母亲糖尿病，哎呦，导致双目失明，双腿溃烂，哎呀，头发全掉光。常年瘫痪在床，头发掉光还瘫痪在床，啊，行行，慢慢说，慢慢说，没关系。我媳妇儿啊，生孩子的时候没有生好，嗯，常年，嗯，啊，真瘫痪在床啊，啊，生孩子没生好就瘫痪在床，他站着生的是吗？怎么不会聊天呢？怎么？不是，我听这病瘫痪在床，新鲜呀！这是没生好哦啊！我的孩子由于出生的时候没有出来好，嗯，常年我很难受的，知道吗？这是连环生，嗯，瘫痪在床，哎，我难受啊，都没生好。哎，我问问您吧，啊，您见过上下铺吗？啊，那见过，现在基本上。人多都是上下铺，宿舍一般都是上下铺。对，见过上中下铺吗？啊，那个火车硬卧，火车有。啊，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？没见过，怎么这么乱呢？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？还有那么多铺吗？我们家就是啊，都落着睡啊。嗯，还有上。中上中中下下铺，
还有搁床的地方吗？你这个那不是床了已经啊，我每天睡觉之前挨个把他们乳进去啊，都挨个塞人，哎，然后我再睡觉。哦，您在上？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啊。是，我得出去挣钱去啊。哦，吃饭我得去卖呀。 啊等会儿，再穷也不至于干这个。干哪个？您出去卖去吗？卖什么？什么有人要卖什么呗。啊，也什么有人，什么有人要，什么有人要，就我这样的谁要？哎，这还我要，我要。各位打听打听价儿啊，哪儿就要啊？你要哈？先买床好吗？哎，这嗨。对，还没床呢，这个啊，不是你卖什么呀？卖报纸啊！哎，您把它说清楚了。出去卖报纸去啊！吓我一跳。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啊！我穿了一个塑料的西装，哎，那就是雨衣，知道吗？我的下身穿了一个一分裤，啊，一分裤，那就是一裤衩。一分裤好听啊。那有什么可好听的？不好想象啊，这东西。四角的。哎嗨，别提了，这儿还暖和点儿。没穿一钉子裤就好。钉子裤是那是半分裤，好吗？哎，这没有这么算的。脚底下穿了一个人字拖。还人字拖？它这儿暖和呀。哎呀，就盖这么点啊。啊。啊，我得出去卖报纸去呀。哦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呀，冷啊。我来到这个永定门护城河边上，我在那儿卖。嗯，他非把自个儿卖了不可。抬头观看，万家灯火。是，低头一瞧，怎么样？一分裤。这别提这个，你低头低大了，你这个让我心里难受啊。啊，那也得喊呐。喊什么呀？卖报。哦，85年的晚报。哎，好嘛，卖不出去了。我这正卖着呢。啊，卖着报呢。啊，对，说对面开过来一辆汽车。什么车？13开门的凯迪拉克、奔驰、宝马。吓我一跳。你先等，是你吓我一跳，知道吗？您先说清楚，这13开门的，我听着就别扭。还有凯迪拉克、奔驰、宝马，这是什么车呀？攒的呀。攒的一车啊，听着像火车似的。13开门停在我的跟前啊，又到上面下了一条狗。哦，定睛一瞧，什么？这是于谦呢。啊，没听说过啊。你等会儿，这是我的朋友啊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打小一块长。别说了别说了，你打小养狗的是怎么着？没有啊。那我下了一条狗会是我？不是，狗把您牵下来了。我让狗牵，我还不如狗呢。你看啊，那狗不是有绳吗？是啊，您攥着这个绳呢，狗先下，狗不是把您牵下来了吗？狗把我蹬下来了，好不好啊？蹬下来了，我牵着狗呢。定睛一瞧，这是我的朋友。那我是于谦呢。啊，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呀。嗯，人家现在太有钱了。哦，富人啊。不是娘们儿，不是那个。不废话，富有的人。你说富人，富人富有的人就有钱啊。好，就人家那个打扮，各位啊。西装，穿西装，纯金打造，金西装啊，我架着出来的，合着是金衬衣呀、啊，哦，架在衬衣上了，这是裤子啊，纯金的，裤子也是，里边一分裤，嗯，纯金的，我也穿一分裤，还是金子的啊，你怎么瞧见呢？我瞧不见，我能听见呢。啊，对，叮了当啷的金子撞的，一走道滴了当当的。哎，对，跟带着副板出来似的啊。嗯，皮鞋纯金的，鞋也纯金的，还皮鞋纯金的。一半一半。哎，我穿一个皮筋两接头。皮筋两接头。哎，对了，真难说这玩意儿。哎，头发啊薅掉啊，换成纯金的头发啊，一扒拉，哒，好，我给天线宝宝了。就这还烫头呢？我这给谁烫啊？我玩呗。
就这么造。哎，鼻子削掉啊，换成纯金的。我就耳朵削掉，换成纯金的。哦，全是金的。我就认识金，冲我可就走过来了。还能走得动吗？当当当当，改机器人了。我不敢认呐。那是啊，我心想这是奥斯卡呀，这是。嗨。小金人儿啊，是怎么的？全是黄金的，那可不是吗？啊，不敢认呐！哦，不敢打开这个尴尬的局面。那怎么办呢？他先说话了。啊，我打开一下。我等会儿，我这是干嘛呢？太沉，金牙太沉啊！哦，父亲，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哎，行了，你先说，我怎么混成这样？这都不算啊，我管你叫父亲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是为了糟践我？哎，我这叫糟践人吗？你看，小时候我4岁，长得像60，你为了糟践我喊我父亲，对不对？我为糟践谁，我就喊谁叫爸爸，是吗？啊，我太缺心眼了吧？为了糟践我？哦，你怎么混成这样了？嗯，你给我打电话呀？啊，不敢呐。难受啊，家里一共5口人，4个瘫痪了，你给谁打电话，谁理我呀？啊，得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嗯，我都得现拖这个。不行啊，我得帮助你。我还帮助别人呢。说着话，从兜里掏出一根派克金笔来。嚯，笔尖儿，嗯，阿迪达斯的。哎，又是攒的那个。这个兜里掏出一本支票尖来。嚯。多有钱的人才用得起支票尖啊？那是，人家拿得出来支票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撕下来我一瞧，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给了我人民币500万美金呢。当时我越说越不像话，我看我听不懂，你别说了，人民币500万美金，嗯，这是哪国钱呢？反正不老少啊，你就不老少就给了我很多钱，嗯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。甭管我多穷，人家多有钱，啊，照样接济我。哦，贵贱之见。哎，对了，哦，就这么体现。哎，哦，意思一生乃见交情。这是第二句。拿您做比方。哦，这回说我。嗯，不是现在说相声的于谦。我呢，20来岁一个大小伙子。嘿，40年前呢，各位。年轻。40年前。我60多了，是怎么？40年前我是20来岁大小伙子。不是，我现在有60多吗？20年前吧。这还差不多。20年前20来岁一个大小伙子啊，在一家纺织厂工作。你20来岁大小伙子，你瞧干纺棉花，嗯，每个月工资高达2000来块钱。哎呀，那可不少。过去可不少了。是。下了班以后先洗澡，干净。4块肥皂。洗澡用4块。洗2块，吃2块。哎呀，我还吃肥皂。由里到外那么香，就那么干净。换衣裳。啊。衬衣。换衬衣。白衬衣。显着干净吗？尖领子衬衣，嗨，那时候兴尖领子。一般那个尖领子到这儿，对，他那个，到尖领子到这儿，哎，大尖领子。我把燕尾服倒着穿出来了，差不多，就是好看。大尖领，裤子，嗯，白色的，一身白了，里边一分裤，啊，白色的。你怎么瞧见的？这是白皮鞋，哦，一身，喷4斤香水，我论斤喷香水，哎，出去了，嗯。街坊邻居看着纳闷啊，嗯，得问怎么回事啊？是得问啊。于谦，啊，干嘛去啊？对呀，耍流氓去啊？没听说过，我有这么自个儿说自个儿的吗？爱好。哎，啊，哎，我耍流氓是爱好。大街上看见一个姑娘，啊，调戏人家。嚯，姑娘，嗯，嘿嘿，你瞧这德行，相中你了，姑娘。哎呦呵，再看这个姑娘怎么样？捋了捋自己4根头发。哎，就4根头发。干嘛呀？哦，耍流氓啊！我怎么相中的？这是我要强奸你啊！我碰着流氓了，这是他害怕了啊！撒腿就跑。你瞧这胆儿！这件事情发生在劲松一带。哦，不到3分钟，怎么样？他到石景山了。哎，嚯！我打劲松跑到石景山去了。害怕呀！太快了，跑到马路中间，实在是跑不动了啊！歇一会儿。我是狗啊，是怎么着？我说您是狗了吗？废话，有这么喘着气儿，哎，这样吐着舌头。您身上没有汗腺啊？这还是狗啊？那不，反正是累了。累了就说喘气了。喘着气呢。啊，又在对面开过来一辆消防车，啊，救火的。消防车，各位你注意没有？啊，不管红绿灯。啊，对，他闯，随便闯。是。有事儿啊？啊啊。通县着火了，唰，
人家开过去了。再看他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各位，你先等一会儿。通县着火，有打石景山往过派车，这什么火不得着完了他才到啊？大火，是大火呀，大火啊，冲他身上可就压过去了。通县这儿就为压我来的呀，那是救火救不了，压我压得挺利索。情节需要好吗？那肯定是压过去了啊。再看他没事儿，没撞着，脑袋带通县去了啊，分了尸了。哎，他站起来，哎呀，坏了，嗯，天怎么黑了？哎呦，哎呀，一摸我的脑袋呢，嗯，我没脑袋了。对呀，那还怎么活呀？啊，我死吧。啊、哎，这才死啊！我自个儿跟自个儿还商量半天，吧唧躺地上，啊、哦，死了，那死，刚死了，嗯，打对面开过来一辆石滚车。什么叫石滚车？就是压路的车，那叫压路机。哎，冲！从他身上开过去了，哎啊！刚开过去，再看这个司机，嗯，又坏了，走错了，哎，找你又回来了，没错呀，啊，嗯、还要去，错了，嗨，没错呀，你就压我得了，别干别的了，错了，没错，行了，差不多了。简短截说，四个钟头过去了，哎呀，再看他，嗯，贴马路上了。啊，是我压平了，人家司机找对的方向，人家走了啊，他贴马路上了，我招你惹你了，过路的司机害怕呀，怎么呢？又是怎么着？嗯、啊，不让左拐了，直行，哎，走你，怎么不让左拐就直行啊？大尖领子呀，没脑袋就剩一尖领子，给我压平的马路上了，啊，合着给我压出一标志线来，你这大尖领子呀，啊，三个月过去了。嚯，没人发现，那是发现不了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这一天有打延庆 嗯过来一辆大马车，马车正停在你的上头。哦，这会儿大马车要放水啊、马车还放什么水呀、马放水啊，你就说马撒尿就完了，尿了有20分钟，这泡尿唰，嗯，尿完了马车走了、对，再看他，哎，起来了，我拿马尿给泡起来的，箭头都变颜色了，那是改黄的了。这会儿过路的人才知道，原来这是个人呐，这才瞧出来、围观了很多人呐，啊，正好我从那儿路过，是扒开人群一瞧，这是我的朋友于谦呐。你我都没脑袋了，你还能认识我？你那一封裤我送的呀。嗨，你瞧你送这个玩意儿，你他死了没关系啊，他的父亲谁给他养老送终啊？谁呀、谁管他呀？啊，我呀，哦，你把这个责任担起来了，多新鲜呢！这够朋友，好朋友啊！是是是，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啊！啊，这会儿看出我的意思来了，那是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！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。哦，要说最讲究的啊，什么呀？还得说是托妻献子的交情。托妻献子。今天呢，天不早了，天不早了啊！你就看，我一会儿妇联还有个会啊，今儿就到这儿。妇联开会，各位回见。你别走啊！你先，嘿，小月，等，别走啊！谁说退票啊？人都退票，退去啊！啊，又不是我的买卖。哎，这货，好家伙，你倒挺大方是吗？人要求退票，要求退票，不满意啊？废话，人凭什么不满意啊？你没说完你就走了，这是我的脾气啊。你什么脾气、我想怎样怎样啊，不是，那我就我吧啊，我央个央个您把后边说完了，说完了，托妻献子，好好好啊，讲一讲这个托妻献子。是要说这个托妻献子啊，啊，还得拿您做比方。那再说我好、您不是现在说相声的于谦，这回我是70岁高龄老相声艺术家，还这回好，嗯嗯，自己呢开了一家，哟，大妈干嘛去？哎，不好听啊，这个节目。哎嗨，吓我一跳，你这，不是你说着说着怎么改这儿了？你不是您走了？哎，厕所在那边。哎，你管着管不着啊？退票去了，票房在那边。哎呀，没有一个是那边。哎呀，你行了，赶紧说吧，说。在这边。不是一会儿有完没完了？你那。不是，你看真回来了吧？啊，就让你说回来了，快点吧。嘿，我这身份还悬着呢，你知道？我这70多岁老艺术家怎么着了？
70多岁老相声艺术家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开了一家相声摊儿。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什么叫相声摊儿？那不就是撂地吗？说撂地不好听，哎，相声摊儿好听啊。哎、相声摊儿、啊、每天高达4-5个人听您的相声，那就叫没人看呢。特别好啊啊！终于有一天您碰到伯乐了。谁是伯乐？一个老华侨。哦，也是70来岁老华侨。哦，相中您了，看上我了。人在新加坡有很多的这个房产，有买卖，很多的买卖。嗯，人就人有那个6个石化，哎呦，7个石油，这么趁钱。4个顺丰，这什么买卖？这都是4个顺丰啊，哪能捆绑到一块儿去？这有钱啊，就是有钱，相中他了。哦，要跟他聊几句。是，于先生，嗯，留步，我想跟您聊几句。好，我是一个老华侨，嗯、新加坡那边，我趁4个顺丰。6个石化，7个石油，别提啊、嗯，特别有钱。嗯，我喜欢听您的相声。嗯，这样吧，嗯、我想让您跟我去新加坡说相声。嚯，您看行不行？一去呢10年，哎呦，您辛苦一下，10年当中啊，您就不要回来了。不回来啊，因为我的顺丰啊特别的忙。哎嗨、啊，我也没有时间去送您啊，也没有时间接您。你看，拿我当快递了似的。中间呢就不要回来了，好吗？不回来。嗯。一年呢给您人民币500万，好不好啊？1年500万，10年啊。去啊，去去去。可是啊，在去与不去当中啊，做不出抉择。我凭什么给这么些钱？我您当时刚结婚、啊、那哎嘿嘿嘿，我70多了、啊、我刚结婚。对，怎么会呢？晚婚。太晚了，这也晚婚提倡嘛啊，晚婚晚育嘛。哦，那就甭育了，那就晚婚、嗯、媳妇儿漂亮是吗？下岗的香港小姐。哎，香港小姐还有下岗的？没后台，所以人家下岗了。长得漂亮极了。哦，又狗狗又丢丢啊。什么词儿？这是刚19岁，还真不大。怎么办？我带着她一块儿去。人家不让带家属。那也去，这么些钱，那也去啊，那也去。那我把他托付给我朋友亲戚，亲戚朋友全死了。我到你手里怎么这么狠呢、啊？这玩意儿，亲戚朋友全死了，街坊邻居死光了，亲戚朋友也都没了，都没了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，就我这么一个朋友。啊、你要去新加坡了，你把媳妇托付给谁？那我只能托付给你了。托付给我，您放心吗？哎呦，你少来这套！让你说的，我们家亲戚朋友都死绝了。我不托付给你，我托付给谁呀？您放心不放心？我不放心。你不放心？对了，我还不放心呢。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那个年纪啊，我这个岁数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个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哎、我得顾全这个。我刚20来岁呀、啊，各位。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会儿。你刚20来岁啊，你跟我这70来岁的是哥们儿啊？嗯，这像话吗？这怎么不像话？忘年交啊。嚯，这忘得远点了。这忘年交啊。哦，您是走了，嗯，把媳妇托付给我了。是，您在劲松曲艺界得罪了多少人？我就这么一劲松曲艺界啊，还老艺术家呢。我有多少人憋着找你媳妇报仇呢？我怎么那么得罪人呢？您是走了啊，我能让你媳妇住在那儿吗？不住那儿吗？我给她找了一个四季如春啊，风景如画的地方。哪地儿？固安。哎嗨，固安叫四季如春，风景如画。那怎么了啊？地方好啊。怎么个地方？大别墅。嚯，得有300来平。真不好。哎、嗯、大别墅前面粪坑，后边粪坑，左边粪坑，右边粪坑，中间有一大别墅。这别墅建粪坑里了是怎么着？不招小偷。那是招苍蝇啊。小偷是没有了，招什么苍蝇啊？废话，全是粪坑，哪儿那么一别墅啊？安全呢？安全呢？安全啊！啊，我在那边给他装修，家具家电全都是新的。哦，开车给他送过去。嚯、哦！哎，弄个小船，我们划过去。粪坑里划船呢？那怎么了？啊？不就搅屎棍子吗？不就是？啊，就是使俩搅屎棍子。划过去啊，把你媳妇儿哎。搁在这个别墅里头，真是跑。隔三差五我去瞧瞧他，还看看他。妈，
买点生活用品呢？必需品吗？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是是是。牙膏牙刷。嗯。空气清新剂。哎，必须要。苏菲弹力贴士往门口一放。哎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。各位，哎，等会儿，我都不进去。等会儿。有的，买的够全的呀，您这。您刚才最后秃噜说一什么什么？什么了？怎么了？秃噜说一什么？苏菲怎么着？你什么耳音呢？什么耳音呢？你又没听清楚是吗？谁说苏菲了？你说的。弹力贴身呢？你看，你知道的还够细的。多细？嗨！你买这干嘛？您是用不到啊！废话，你说我干嘛？您是用，人也得用啊。这你也管？家乐福就在对面，他划不过去呀。嗨。哎，那太犟了那个。哦，这也管，我听着都恶心。废话，划不过去呀，我得买呀。都你管啊。啊，嗯，东西往门口一放，嗯，梆梆梆敲门。是嫂子，嗯，东西都买来了啊。哦，啊，一会儿您挨个搬吧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搬这个空气清新剂，你别走，不同的口味。你先等一会儿，别走啊。嘿嘿，还有六神呢。别说了。帮这么大忙啊，搬到门口你走了不像话，你得搬进去。搬进去啊？不合适。怎么不合 不合适？怎么了？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啊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有个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哎，我得顾全这个。这是要脸面的人，多新鲜呐。转过天来啊，啊，没有多长时间，也就是三五个月的时间，嗯，还得去瞧瞧。嚯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嗯，牙膏牙刷空气清新剂苏菲弹力贴士往门口一放，用的还真快。我说那个嫂子，嗯，东西都买来了啊，嗯，一会儿自己搬啊。 啊洗澡呢，那什么，还别看。哪儿啊，哪儿，你趴门缝看。我听到了水声啊。听到水声你怎么知道洗澡呢？还有沐浴露的声音呢。哎呀，得好，全是他买的，合着是。啊，你再送进去。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啊，他那个年纪，我这个岁数，舌头根子底下压死人，你会说不会听的，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那您听听，顾全这个脸面呀。哎，快过年了，嗯，这回多买点东西。哦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嗯，买点鞭炮。啊，放炮着。哎，买点这个对联，贴对联。哎，买点饺子。啊，吃饺子。哎，速冻的。嗯。哎，三万块钱顺着门缝啪入进去，三万块钱顺着门缝入进去。苏菲弹力贴士门口一放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。这回我比较轻松，不是因为冬天呐，那个好滑一些。对，就甭滑，就出溜过去了。您这，您先等一会儿啊。三万块钱顺着门缝扔进去，嗯，你再一吸肚子就过去了，知道吗？吸什么肚子啊？啊，一侧身不就进去了吗？脏心烂肺。废话，你搬进怎么了？三万块钱一毛一毛的呀，干嘛里边数零钱去是怎么着？我一张一张乳啊，往里费那么大劲干嘛？送进去一趟不合适，不合适啊。又来了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，舌头根子压死人，又会说不会听的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。嗯，顾全这个呀。嗯，要脸面的人呐。嚯，哦，又过了几个月，嗯，春暖花开了啊，天暖和了。哎嘿，买些东西瞧瞧他，还去啊？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牙膏牙刷，这个空气清新剂，往门口一放，就这。我说嫂子，东西都买来了啊。等一会儿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别说了，别说。少一样吧。哦，对呀，茉莉味的那个空心剂我没买。别说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啊，那个苏菲怎么着那个？那没有，没有吗？啊，没说吧？啊，嗨，啊，啊，你说的是谁呀？这是，这什么观众？这都是改群口了，怎么用不上了？哎呀，嗨，还是人说对了，不是他呀，就是，啊，还有剩下的。怎么那么寸呢？这还有剩下的啊？简短截说吧。嗯，十年过去了，一晃十年。嗯，他快回来了，那我就该回来了。这回我不能不进去了。进去，开着车到了那儿。哦，划船进去。嗯，拿钥匙进门。他有钥匙，合着。洗把脸。嗯，往被窝肚上一躺。
我真刺激。再看他媳妇儿，嗯，正给孩子喂奶呢。都有孩子了。哎，嗯，告诉你啊，嗯，那孙子快回来了。哎，孙子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挺棘手的啊。嗯，嗨，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爱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嚯，你甭管了，耗子药我都准备好了。哎呦，正聊着呢，嗯，大儿子进来了。俩儿子了，手里拿一个牌，上写着让。哎呦，都上学了，放学了。哎呦，一进门喊我爸爸，爸爸，我饿了，啊、揪住脖领子，啪啪，干嘛呀？俩大人贴的过去了，大孩子。告诉你，记住了啊啊！过两天，咱家来一老头，啊、八十来岁、啊，爱抽烟，爱喝酒，爱烫头。别提这个、啊，喊他叫爸爸，喊错了，啊、撕吧撕吧喂鹰，知道吗？够狠的，蛋，嘿。怀抱那不嘱咐嘱咐不用啊，怀抱不会说话。哎呦嚯，想的还真周到。您是快回来了、啊、劲松的房子重新装修啊，啊，家具家电全都是新的啊，把您从机场接回来、哦、弄一大桌子菜，你跟你媳妇坐两边，两边是孩子，嗯，我坐在这边，享不尽的人间富贵。嚯、哦、要您说、啊、我这样的朋友交还是不交？交交啊，交，当然得交了。交你奶奶孙子。我拿开水浇你，你信吗？干什么？交什么朋友？你是朋友吗？你就怎么不是朋友？还是朋友呢？多谢呢。我出门十年，俩孩子了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这个啊，这是你干的事儿？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你说怎么了？怎么不是人干的事儿？废话，你自己想想，你干的什么事？你干什么？俩孩子怎么来的？你跟我说说。你是不是跟我急眼了？我废，我能不急眼吗？跟我急眼是不是？多新鲜呢！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还怎么了？你说我可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！你怎么为我？我白天一天一天我就不进去啊！是你晚上一晚上一晚上不出来呀、啊、你？你还怎么了？还有理了是？我问你啊，你走时多大？废，我七十多。走时七十多，回来你都八十多了。对呀、啊，你没有生育能力了。你管着管不着、啊？你得上新兴医院了。你想的倒挺周到。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啊！我用不着帮忙的。等你死了，在腿上贴俩饽饽，让狗帮你拉出去、啊。爱、哎、怎么着怎么着。没有人给你哭坟呢。没有什么你。我可都是为了你啊。没有这个。那孩子，我就问你，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？这孩子是我的。你的，这怎么了？你这，你说清楚了，怎么回事？那孩子啊，是我的。怎么着是你？我自己的亲骨肉，我把他过去给你了，哎、我让他喊你爸爸。嗨，你这是什么朋友？啊，这这样的朋友你上哪儿找去？这没听，张嘴就骂，没有，差点还打着我了。理解错了，你哎，别你这怎么？我活着我还有什么意思呢？那你别抽过去呀、啊，你这啊，这我知道了啊，孩子是你的，你可记住了，嗯嗯，那孩子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你媳妇生的，哎，还一样。